来啦，姐妹们，吃饭啦！今天吃的是肉末粉条，这边是粉蒸肉，前面那个是鱼香肉片。真的好爱这道菜哦，属于吃不够的那种，就是怕老吃你们会看腻。
们今天吃的是李海龙家的酸辣土豆粉，配这个炸串。哎 ，QQ 鸡排。好家伙，本来土豆粉是主角来着，上来炫了两分钟炸串还不停。土豆粉的口感爽滑，筋道久煮不烂 ，Q 弹有嚼劲，搭配秘制酱料，麦鹅骨汤汤浓味鲜。
最配的鱼饼。包装做到的小料也挺多的。早饭啦，姐妹们，烫水局啊！
全粥。小龙虾现在这个烧麦，粽子。